随便开一个啊，这只是轮胎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二九？先检查一下。嗯，这一盘没二九，很好，这一盘可以抽。的话，甩尾是1065加速度1057，弯道性能1052，推进器1053，甩尾极向600，四个能力来到神话级。那黄金游侠是一台神话级的车款。那跟克洛斯差比的话，对，106跟1057嘛，对，差8，然后加速度是一样的。那弯道性能啊，弯道性能克洛斯比较强，那油价差比较弱一点，但弯道性能没有很重要，因为它是甩 U 弯的。现在脱标时代是弯道性能比较没那么重要。那集气量部分的话，两个都一样，跟那个推进时间都一样。那唯一赢的地方就是甩尾的部分，理论上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啊。我们等一下实战测试一下吧。Hello， 晚安。王没满，玩一下，失语了，就这把了。记得左右摇一下啊，可以加点速度。哇，甩太轻。有点泡啊，后面那里。可是这样还有32.4哎，这个车有点快哦。你去追得到吗？还是不行了。不能那么快放弃啊，朔月，你可以的。这样也行。旁边有个大改、欸，他感觉会被撞我、啊。这个节奏可以哦，气源少。哎呦，我以为要撞，靠腰还是撞了。哪边？不要，拜托！我还好过来哦。哇！我刚以为他会下来，我刚有点岔到。啊，是这样。就后面有点泡啊，
走到那个草皮了。魔女之城。惨了，这张有点还可以，还记得怎么跑，还没有被手游荼毒，很惨。手游那个刚讲完就死我了。感觉这个路线还是怪怪的，我想一下怎么跳，轻一点。哎呦，好翻啊！感觉路线没有到很好。哦呦呦呦呦，差点撞墙壁。GG！ 哇！我靠，吸不到尾流哎，他刚刚瞬间不见了。啊哈哈，调完设定之后，我的碰撞变牛逼了吧？我刚碰到的人都是吸住了，像我碰到的那个撞的感觉就对了。太用力吗？我们内内甩看看好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对我死在那里？哎呦，好像可以让十秒哎、欸，第一圈还没有过完就超了。
太烂尾。哇哟哇哟，可以跳那么远啊，我操！男子汉跳台，没问题。哇！路线很差，卡篮。